又来个陈伟霆羽绒服，波司登挺白呀、啊。今天咱们看看国货之光波司登羽绒服二一冬季新款怎么个事儿。为了搁东北零下二三十度寒风中冻得嘶嘶哈哈的你，波司登努力前行45年。波司登强势登陆米兰时装周，携手国家队登陆珠穆朗玛峰，已成为张艺谋、杨幂、陈伟霆等国内外众百位实力大咖的首选羽绒服品牌，携手学府凯德举办汉服文化节。凯德店样子是嘎嘎全呢，模特穿的也这块全有。我正好人群中找到你。哎，你这个棉裤是波司登的吗？哎，你这件挺好看的啊。杨幂同款。杨幂同款的。对。我找件陈伟霆同款去。找吧，咱一起穿一个。这时尚探索系列，这是。这个咋样？你相当行了。哎，你太适合穿波司登了。咋样？这也好看。哎，你穿哪个都好看呢，我发现。时尚探索系列的男款，准备探索哪儿？糖葫芦。